现在在彰化大城的公馆羊肉炉，真的蛮偏僻的啦，从台中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边，先吃啊。大城是彰化的最南边，如果没有人带，还不知道这边有羊肉炉可以吃，而且一到都找错路口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公馆羊肉炉的路口。虽然这也是荒郊野外，但是到了假日，真的里面的客人超级多的。我想大家应该都是跟我一样这样慕名而来的吧。除了招牌羊肉炉之外，现炒类以及火锅料等通通都有。火锅料的部分几乎都是每一种50元，青菜也是50元，不过白芦笋要150元。香煎面线是这边的特产，5片100元，一定要吃吃看哦。这家店当地人又叫它废墟羊肉炉或者是鬼屋羊肉炉，但不管叫什么羊肉炉，当天现宰的羊肉煮出来的药膳汤头真的是超级棒的，羊肉也完全无膻味。彰化大城吃羊肉炉，在田中间，真的蛮偏僻的，从台中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边。